今天要来讲的一个故事是，哥哥和我都很喜欢的一本，绘本，故事绘本，是非常知名的作者 Anthony Brown 绘本大师的，作品《Piggy Book》。那这本也有翻译成中文，好像叫做《猪家故事》。那我们来翻一下吧，《Piggy Book》。Mr. Piggott lived with his two sons, Simon and Patrick, in a nice house with a nice garden and a nice cart in a nice garage. Inside the house was his wife. 怎么样？那个，只有这个养个人，那为什么也有这个人呢？好奇怪。有他妈妈。妈妈。对啊，他没有，他说妈妈在里面啊。他说 Mr. Piggott 呢，他住在。和他的两个儿子 Simon 和 Patrick 住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很棒的车、很棒的房子，然后有很棒的花园，很棒的车子，还有很棒的车库哦。然后呢，车库就是放车子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房子里面呢，还有他的太太，太太就是 Mrs. Piggott。好。Hurry up with the breakfast, dear, he called every morning before he went off to his very important job. Hurry up with the breakfast, Mom, Simon and Patrick called before they went off to their very important school. 他们都是嘴巴张开的。对，你看每一个人嘴巴都张开，他们两个都是张大嘴巴等着要吃。他这个连这个虽然看不到爸爸的脸，可是报纸上面所有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张大嘴巴在那边喊着，他里面就说：“快点啦，亲爱的，快点把早餐准备好。”这是那个 Mr. Piggott 说的。他每天早上要去上他很重要的班之前，都会这样对他太太吼。然后呢 ，Simon 和 Patrick 这两个儿子呢，他也会跟他妈妈说：“妈妈，快点把早餐准备好。”然后他们再去要去上他们很重要的学之前，都会这样子跟妈妈喊着说。好，接下来呢？After they left the house, Mrs. Piggott washed all the breakfast things, made all the beds, vacuumed all the carpets, and then she went to work. 那在他们就是父子三人都离开之后呢，那 Mrs. Piggott 太太呢，她就会开始洗她的早餐的那些碗盘，然后把床铺整理好，然后把家里吸那个地板拿来吸尘，不是地板，是那个地毯吸尘。然后呢，他再去上班。对 ，Mrs. Piggott 他也要上班的哦，他不是在家里面而已。然后呢 ，Hurry up with the meal, Mom. The boys called every evening when they came home from their very important school. Hurry up with the meal, old girl. Mr. Piggott called every evening when he came home from his very important job. 然后呢？好，你怎么了？你先说。那个后面的那个早餐时候，那个有一个像一个，那个为什么这个是个猪呢？对，为什么是个猪？你待会就会知道了。这个有一个也是猪。对，你看到了哈，这个早餐上面这个它这个标签上面都有很多的猪哦，然后这上面也有猪。这边也有猪，对不对？好，这就是藏着一些秘密，待会就会看到为什么那么越来越多猪。好呢，然后他们就会，我们刚才讲哪里？好，他们到了，他们回家以后呢，就会跟妈妈说：“妈妈，快点把晚餐准备好。”他们每天从他们很重要的学回来，上学回来之后，然后呢？然后 Mr. Piggott 也会跟他的老婆说，赶快那个，他说你赶快把你的晚餐准备好，好脏哦。这不是脏啊，这是鞋子的反光，本来是黑色的，然后有点亮亮的。你看那个在家里穿鞋子好脏，你看。对，外国人是这样子，他们在家里面穿鞋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习惯是这样。那你看哦，你看他 Mr. Piggott 的影子，你看他的影子，变成猪。对，他的影子已经开始有变成猪了，对不对？你再看为什么他越来越变成猪。好，接下来呢，你帮我压着一下这个书哈。As soon as they had eaten, Mrs. Piggott washed the dishes, washed the clothes, did
did the ironing, and then she cooked some more. 那在他们大家都吃饱饭之后呢 ，Pickett 太太呢，她就开始洗碗盘喽，晚餐的碗盘，然后开始洗衣服，然后再烫衣服，然后再煮了一点东西，可能是为明天的。妈妈，等一下。哦，那个他的影子还是人的影子呢？对，他现在还没有变成猪哦，但是爸爸已经开始有点要变成猪。哦，你看一下，对，爸爸。好，那我们往后再看，要不然你这样永远都讲不完了。好，再来呢。好，然后大家吃完晚饭以后，妈妈在工作，然后大家在干嘛？大家都躺着，变成蜘蛛。大家都躺在这边看电视，有没有？跟猫啊、狗啊，所有的人。然后，嗯，这边有一个猪的铺满在桌上。我怎么？这个又不是像猪一样的东西。对，这个还看不到。One evening when the boys got home from school, there was no one to greet them. "Where's mom?" demanded Mr. Pigott when he got home from work. 然后呢，有一天傍晚，就是男孩两个男孩回家之后呢，就还没有人在家耶。然后呢，那 Mr. Pigott 呢，他回来之后，从上班下班回来之后，也会说：“那妈妈在哪里呀？”那你看这个图有点怪怪的哦，你看。左边的这个电灯开关是正常的，对不对？然后门把也是正常的哦。到了右边，等爸爸回来的时候，电灯开关变怎样？猪的样子，对不对？有猪眼睛和猪鼻子。然后门把也变成怎样？有猪耳朵和猪眼睛、猪鼻子，还有猪嘴巴。然后爸爸的胸前的那个胸花也变成猪的样子耶，那个快变成猪了。对，好像快要变成猪了，对不对？然后呢，你看那个，这是哥哥的衣服哦。假如看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这哥哥的这个胸前的徽章也变成有点猪了，他原本不是。好，再来看哦。She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就变成猪了。On the mantelpiece was an envelope. Mr. Pigott opened it. Inside was a piece of paper.You are pigs. 他呢，就是在那个妈妈到处，他们到处都找不到妈妈。然后在那个壁炉的这个台子上面呢，他们就看到，哎，有一个信封，哎，然后两个是猪。对，然后信封，啊 ，Mr. Pigott 就把那个信封打开啦，然后里面就有一张纸，上面写说你们都是猪。然后你看哦，这个时候他们家的壁纸已经不一样了哦。壁纸的花纹原本是花，对不对？你看，原本是郁金香，然后就变到那边，全部都变成猪的脸。这里没有变成猪。对，这个有是草，然后还有猪的脸。然后你看这些细细的花纹，这是他们家这个壁炉，这个上面全部都是猪的图案。然后那个他们的那个照片是猪，上面的画也是猪。然后这个里面有个女生不见了，可能是妈妈不见了吗？那这个花瓶也是猪，所有的东西都猪，连这个下面这个花纹也都是猪。你看这个，啊，你看爸爸的手，也变成猪脚了，对不对？变猪蹄子了。你看这个，这个没有变猪。对，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然后呢 ？But what shall we do? Said Mr. Pigott. They had to make their own meal.It took hours, and it was horrible. 他们就说：“那怎么办呢？该怎么办才好呢？”那他们就必须要自己做晚餐喽。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做完，然后结果非常难吃。Now next morning, they had to make their own breakfast. It took hours, and it was horrible. 你也想变猪哦？他就说：“那隔天早上他们还要做自己做晚餐，然后也花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也非常难吃。你看这张图里面有哪些地方，有哪些东西变成猪了？看看，他们三个人都变成猪了哦。这个变成猪，然后这个你看这个时钟变成猪，对不对？然后月亮变成猪，然后还有什么？这里桌餐桌上有什么东西变猪吗？你看。”餐桌上有没有东西变猪？有哎、欸，你看这个胡椒盐还有这个罐子都变成猪了。看一个罐。好，然后我们再看哦、这个也变成像猪一样。这个还没有，快要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哦。The next day and the next night,
And the day after that, Mrs. Piggott was still not there. Mr. Piggott, Simon and Patrick tried to look after themselves. 猪的鼻子。对，你看这个里面的碗盘呢，全部水槽，然后这个水龙头有猪，然后这个茶壶还有杯子，它们全部下面都开始长出猪鼻子，然后连这个锅那个这叫做什么平底锅的这个锅把也都有猪鼻子。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呢，哦，我刚才讲到哪里？Oh, they never washed the dishes. They never washed their clothes. Soon the house was like a pigsty. 然后呢，他们第二天早上，还有第二天隔天晚上，然后再隔天，那 Mr. Mrs. Piggott 都还没有回家哦。所以 Mr. Piggott 呢 ，Piggott 先生，还有这个 Simon 和 Patrick， 他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他们都不洗碗哦，也不洗衣服哦，所以他们家很快就感觉像个猪圈一样脏。妈妈，那个。本来是这样子的，对啊，对，你看这个，也看起来这个外面的树也像个猪的一样。那个这个本来这样的，对，然后就这个就慢慢变成大野狼了。真的耶，你看这里就变成一个大野狼，因为他们是三只小猪在家里，所以大野狼就来了。那我还没讲完呢，我刚才讲到哪里？哦 ，When is mom coming home? The boy squealed after another horrible meal.How should I know? Mr. Piggott grunted. They all became more and more grumpy. 然后呢，他有一天晚上又吃了很难吃的晚餐之后，那些小男孩，两个男孩就尖叫啦，说：“哎呀，到底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啊？”然后呢 ，Mr. Piggott 就说：“我怎么知道啊？”他们就越来越容易生气。那个本来是这样子的，对，然后这里有一个鸭子，然后就慢慢的变成大野狼。我知道啊，你刚才也跟我讲过了。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变猪。这个。对，上面的吊灯也变猪了，对不对？这个、吊灯图案、还有这后面的壁纸也变成猪了。这个也变成猪。哦，真的吗？这个我看不清楚。然后还有电话也变成猪，还有狗的鼻子，你看。狗的鼻子也变成猪鼻子的样子耶、好，然后呢？哦，你看，连这个脏碗盘上面都有猪的图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哦。One night,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house for them to cook. We'll just have to root around and find some scraps, snorted Mr. Piggott.、有一天晚上呢，就是家里终于就没有东西可以煮了。所以呢 ，Mr. Piggott 只好说：“啊，那我们只好到处翻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剩菜。剩”妈妈，那个猪是喜欢吃不能吃，人不能吃的东西呢？其实猪人的喜欢吃东西，他们也喜欢吃，但他们剩菜剩饭他们也是可以吃。所以你看到那个小男孩两个在这边，他爸爸在这边，他们就到处在翻了，在家里面全部都是吃剩的东西，垃圾好脏好脏这样子。然后壁纸，你看沙发的图案也都上面都是猪了，有没有？哥，这个没花。对，又花，然后有，然后到处垃圾。然后呢，这时候 ，and just then Mrs. Piggott walked in， 啊，就在这个时候。那 Piggott 太太回家了耶，你看这是妈妈的影子啊，是不是？对，妈妈影子像一个老婆婆一样。哦，对，看不出来哈。然后呢，妈妈在这里哦。Please come back, they snuffled。然后他们就抽着鼻子说，请你拜托你回来。他们就跪在地上，就是爸爸还有两个儿子，他们就跟妈妈认错了。好，机会就变回来了，是不是 ？So Mrs. Piggott stayed. Mr. Piggott washed the dishes, and Patrick and Simon made the beds. Mr. Piggott did the ironing. 啊，那所以呢，他们因为他们拜托妈妈，所以妈妈就留下来了。为什么这些点点？因为爸爸的脸亮亮的而已啊。然后呢 ，Mr. Piggott 他就帮忙洗碗哦，然后 Patrick 跟 Simon 就自己把自己的棉被铺好哦，床铺铺好，那 Mr. Piggott 就把自己的衬衫也给烫好。还有呢 ，And they all helped with the cooking. They actually enjoyed it. 然后他们大家都帮忙一起煮饭，然后他们其实还蛮喜欢的哦。然后 Mom was happy too. 然后妈妈也很开心。你看妈妈的脸为什么脏脏的？因为她要进，她要那个
那可能这个。She mended the car. 妈妈为什么很开心呢？因为她在修车哦。我喜欢修车，开心。对，因为她终于有时间做她自己想做的事了吧？就是不一定是要一定要帮他们家里做东西，她就开始修车。好，那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变成猪的，一家都变成猪的故事。Anthony Brown 的 Piggy Book。